哦，天哪，是要开多久？哎，救护车们。今天要出一个任务啦，我找到一个坐船才到得了的儿童乐园。那因为那个地点在新北，所以我现在开头都来不及开，直接先从台南先杀到台中，等一下要接着开，然后打算在新北住一晚，隔天再来实测给各位看。应该要逃不到停。哇，你看前面，哇，好棒啊！礼拜哦，有放松到的感觉哦。神秘客一直来都住民宿居多，今天也不是神秘客要住这个饭店的，重点是明天。小合适地板，我最喜欢这个。然后这里就是水库井，等明天早上再说吧。耶、yeah ！刚吃饱还吃得下，好厉害！哦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出场。今天的主题就是坐船才到得了的儿童游乐区。严格来讲呢，这个地方你如果爬山的话，走30分钟也是可以到得了对岸的。普遍人都是坐船这样子的。新店渡渡口，它是这样念的，不是新店渡渡口。新店渡渡口是新店渡的渡口，百年历史哈，1881年，这个追溯到什么时候？光绪的时候吧。我不懂。历史不太好哦，它是清光绪七年哦盖的，那个时候寺庙吊桥哈，所以那时候如果要进山区，就是要依赖这个渡口哦，摆渡人。香港不是有一个叫摆渡人吗？对啊，就是这种概念啦，就是你要请摆渡人帮你渡过去这样子。然后它营业时间是早上的6点到晚上的7点，其实基本上它的6点是为了当地居民，如果你要出去上班干嘛的，那晚上7点基本上就朝九晚五嘛，你下班的能搭的就赶快搭一搭，那你就要走山路30分钟过去了。12个小时，大人30，小孩15，所以呢，我们首先呢就要先去碧潭渡船头，然后去湾潭游戏区。各位，今天这个天气呢是阴天哈，然后让我想到一个重点，它据说呢为了当地居民啊，台风天也是照常行驶哦。真假？酷哦。这蔡奇啊，好乖，那个婆婆妈妈走得那么自然。哇，这怎么下去？哇，很多人呢。对啊。套在家贼狼啊。我今天是平日哎，其实停车场一停好，前面就是了。导航到目的地之后，这一个停车场，一切都非常的自然而然啊、哦，也不用特别找。哦，我看到了，全台唯一人力摆渡。看我这里有管理员，在这里看一下，哦，真的，他写全台唯一，有人在摆渡吗？波浪啊，我只有看到 SUP 的划桨哎。确认一下哈，清光绪七年哦，1881年了。他当初这个新店渡是一个交通枢纽，后来交通建设完成哦，这个渡口就凋零了，很美呢啊！你看那个渡船在那里啊，对啊，我现在看现场是没有人在，然后另外一边的停车场是长这样子的，自行车也可以，如果要搭船就按那个门铃。是我呀！怎么不大声？我以为是。看这只狗。好可爱呀！要被扒一下，就全部都清醒过来。好，走走走，快快，他已经在等了。走走走。拜拜。好，来这了。这种船离那个水平面其实蛮近的。哇！对，这边比较高。这船其实蛮平稳的。如果你不要走这个渡口，你要爬山了，要不要鬼？新店摆渡。到了，好，哇，这个船长真是简单扼要，抵达了，就这样子，可能蛮幸运的，刚好也没有等太久，刚好等到回船，回头船。这个就是摆渡人他们的办公室、啊、他们办公室刚好就在这个公园的前面。哇，今天会不会独享啊？刚刚那摆渡人真的是话有多少了？他说：“好了，上船。”
穿衣服，然后抵达的时候说脱衣服，全自己脱，下船，真的是这样不骗的，从我上船到下船讲的字应该不超过十个字吧，现在我个性了啊，这就是所谓的儿童乐园，跟想象的不太一样哈、哦，不过是真的没什么人啊，我放松的感觉，哎，你怎么自己脱完呢、啊？我都还没拍、欸，你不能看说明书啊，你把它走过去就好了，对。哦哦，我懂他意思。完成。攀岩。OK。好快啊！哈哈哈哈哈！给小孩子玩的吧，好像大人不需要怎么攀哎。好，看一下什么可以玩的。哎、欸，我们大老远来的哎、欸。不过我说实在的啦，虽然我们这种大人哦、喔，来这边可能比较没什么玩味。哎、欸，小孩子如果让他这边亲近大自然，然后风吹这样子凉凉的，这也比较像是闹中取静啊。哇，对面直接被打回现实哎、欸！对面恐怖力建筑直接打回现实哎、欸！慢看到，哎、欸，那个又回来，哎、欸，又回来，咱来接下胜哦。去里面玩啊，你去走那独木桥啊，去走。面呢、啊？蜻蜓点水归去，挑战者出发。去吧，走吧。哎，前面有一个溜滑梯耶！哈哈哈哈哈哈，好好笑哦！会不会很滑、啊？我看一下，你等我。干嘛？你去玩，你去玩。喂，啊、你怎么躺着下去啊？你刚刚整个躺着下来。对啊。你当第一个。啊 okay、去吧。我帮你把水分都吸干了，我一口吃。真假、啊？换我了。哦。没有吸干啊，还是可以试试。哇，你打没嘞？我们是专门帮人家擦溜滑梯的，是不是啊？是啊。他们应该有下雨过了，你看。应该是。还、欸、蛮有趣的，我觉得很想再玩一次粉红色的那个。粉红色那个，走走，我们再去玩一次。我可是大老远从台南来的，一定要玩过瘾啊！看你玩，好像很好玩一样。好玩呢，再来一次。我每次都起飞。中不隆喜说啊，哎、欸，吊床哎、欸，这个是我最想要的东西了。小时候就是希望在自己房间有一个这个。现在50又是你了，那去吧。跟小孩玩。啊，那你去吧。啊，你现在可以望着天空哎、欸，哇！看它竖吸的，你看啦，各位看一下这个画面。哇，好美呀！好好哦。那我岂不是在这里什么都不能玩吗？我开那么大老远来是为了什么？篮球场哎、欸，篮球场使用规则哎，这个篮球场怎么搞得跟我平常探险一样？篮球场是在这深处吗？我的地有点湿呢。哎，好多蚊子哦！有看到吗？有看到超多蚊子，我超多蚊子一群的啦！快撤退！各位我懂了，这边进去是和美的煤矿了。就当初旧的煤矿，我可以放资料图给各位看，但是我就不进去了哈。那就是另外一个单元了 ，OK。这一天的客载量不知道多少，我们要走山路去探险一下，都来了哈。哇，这个气氛真美迈，这里的帮人搭的气氛，哎、欸，好酷啊！它的步道是在那个人家家的中间，它的扛棒直接应用在人家家 ，skate。
哦，有的走了，天哪！哇，灵芝王哎，过一天给你泡茶喝好吗？马上中毒。嗯，可以。主要是很凉啦，只要凉哈，一切都可以被原谅。哇，这一个点也太棒了吧！太棒了啦！我懂了啦，古早时代是无这三座桥的，碧潭大桥、北二高碧潭大桥跟碧潭吊桥，总共三座哦。不过各位要走的时候要小心哦，其实路上蛮多这种就是有洞的。哎，不是哎，现在这个洞怎么越来越多的迹象了？哎，这东少一块，西少一块的，枉费前半段那么优美。你看这里，阿卡内啊，太完美了吧这里。喂喂，兄弟，没拍到你，哇，好可爱哦！别跑！哎，我要给他扫地了，谢谢，辛苦了。快到喽，我们终于快到喽。哦，到了，到了，到了！嗯，出来了，从这里出来，好神奇哦！从这里摆渡到这里，从这里走到这里，我们大家走到这个停车场，还有人在走了，还有一段路要走。桥的下面是这种感觉啊。走完了回来喽，这样子呢我们就不用搭船啦。那我们刚刚搭船大概是三分钟吧，然后我们如果用徒步的走三十分钟，算是半日游。你就车停好，然后摆渡过去，爬个山，然后回来呢。它其实在那边有那个美食广场，可以吃一吃。假设你的经济比较充裕一点的话，我刚刚看到后面还有一餐是八百多的，到两千都有。有几百块啊？哈，没几百块。对呀、啊。哇，是啊。他们下次有70块。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哦，哎、欸，下午搭船的人就多了哦。真的。感受到了。好多人。咱们赶快去吃饭吧。哎、哦。哈、欸、哈，有可爱，你有看到吗？小黑整个嗯，乖起来了。再见了。